رمضان يا رمضان،, رمضان يا رمضا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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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رمضان يا خير الشهور.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ورحمة الله وبركاته، الحمد لله. الذي بنعمته تتم الصالحات وبرحمته تنزل البركات وبتوفيقه تتيسر العبادات وبمنه وكرمه تتحقق المقاصد والغايات وأفضل الصلوات وأزكى التسليمات على خير البرية وأزكى البشرية سيدنا ونبينا وحبيبنا وشفيعنا وقرة أعيننا محمد سيد سادات وعلى آله وصحابته والتابعين لهم بإحسان ما دامت a ل أ ر a و u ل س م و ا ت و ب a t 我现在 a 美，老师，巴他了。之前和大家介绍了来自伊斯兰的学术文明古都伊拉克的一些遗故和现有的一些学者、身心学家哈他们在上一个世纪开始一直到近代传承、发扬、著述、服务。 伟大的先知穆斯林拉哈勒斯们的宋代方面所做出的卓越的学术贡献。在之后呢，要和大家介绍的是费尔马尔里的摩洛哥北非，特别是以摩洛哥为主的一些圣训学家、一些学者们，他们从上个世纪一直到今天所做的一些。 学术成绩，自古以来，摩洛哥的学界是特别的重视穆圣桑拉华啊、伊斯兰的哈迪斯圣讯的，很特别，特别是柏哈利申训集、穆斯林申训集、你们马利克的摩安团圣讯集，因为摩洛哥一带的穆斯林自古以来，一千多年前一直到今天，啊，大部分呢是马利克叶法学体系的，他们那边的古兰经的开拉啊。 古兰诵读哈，里外也也是沃德式的读法体系，所以旅游到摩洛哥的穆斯林，特别是专业人士、求学求学者，要到那些地方，摩洛里吧，摩洛哥一带啊，你会有很不一样的感受和感触的。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重点介绍摩洛哥的学者们。 自古以来是重视圣训，特别是柏哈里和穆斯林两大圣训集，所以呢，注释了柏哈里、穆斯林圣训集相关的一些经典，也特别重视柏哈里和穆斯林两大圣训集的一些圣训、传输人物、传输系统等。无论是有权威的注释，甚至呢还有非常有学术意义价值的一些注文，同时呢，自古以来是重视通背。 圣训啊，还有一个习惯叫封印圣训。其实这个词哈，我们对《古兰经》是比较熟悉的啊。比如说像尊贵国我们当代的斋月，一天封印多少本《古兰经》？我们每天晚上在清真寺里边通背《古兰经》的哈菲祖 i 麦姆代拜，一晚上封印一本《古兰经》。这个词是我们比较耳熟的。其实呢。 不只是这样，在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在摩洛哥，传承一千多年的这种优良的学术传统，那就是封印圣训典籍，特别是封印不花的圣训集，这方面是很重视的。而且还有一个学术啊习惯呢，就是以连续不断的传输系统宣读。 这个各大圣训典籍，特别是以上提到的布哈迪和穆斯林两大圣训集，以及传述，这是一千多年以来啊，布哈迪的圣训集、穆斯林圣训集啊，以及麦里克的穆安塔阿圣训集啊，普遍在整个摩洛哥一带发扬盛行的过程。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在这里就不介绍。 一百多年以前的一些来自摩洛哥的一些圣训学家，很多很多了，不只是圣训学家，还有呢，建筑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医学家，啊，文人、诗人等这方面，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学术宝库、学术宝地，所以呢，依然跟之前一样。 也是属于我们伊斯兰的文化、学术、文明古都之一啊，摩洛哥。那么，我们就说一说近代，从上个世纪啊，一直到今天的一些权威学者，特别是圣训学家，依然呢，他们传承着上一代所传承的一些圣训学术精神，在近代史上出现了。 很权威的，影响整个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学界的大圣训学家。首先，第一位我们要介绍的是谁？什么？哈迈德·本·扎尔法德·卡达尼，幺二七四年生，一三四五年亡，归正都一百年了，上一个世纪的，是不是伊斯兰伊历第十四世纪的学者们呢？阿史学家、圣训学家 对圣训和圣训学各类学科方面有深入研究的，而且对圣训各类经典、特别疑难问题这类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的，博学多才的这样的一位史学家、圣训学家，不只是学问这么深这么高，在他的一生中言行举止中。 他是严格遵循么呢？无论是他的知识、他的学问、他的学术和他的实际工作方面，是非常谨慎小心的。真正的有古人一千多年以前的那些圣训学家的形式风范和学术严谨，最突出的学术成果有。<noise> <noise> حينا رسالة المستطرفة لبيان مشهور كتب السنة المشرفة. حينا أربعون حديثا في فضائل آل البيت عليهم السلام. حينا شرح ختم مؤتى مالك. حي شرح ختم صحيح البخاري. حي شرح ختم صحيح مسلم. حي شرح ختم الشمائل النبوية. حي شرح أول ترجمة من جامع الترمذي. حي مسلسلات حديثية أولى. حي مسلسلات حديثية ثانية. لندن 这是上一世纪啊，整个引领摩洛哥一带乃至整个伊斯兰学界的来自摩洛哥的大学者，是艾哈迈德·本·法的卡泰在近代圣训传输系统人物中，定会出现这个人。白哈马洪他的评级。第二位，是艾哈迈德·本·西迪克·里。 拉赫马洪了，一三二零年生，一三八零年亡，也是上个世纪的。阿尔菲多里马哈迪斯，声讯学家，信息量很大，通过通背成千上万段以上声讯的这种级别的大学者，不只是声讯学家，他还是安拉万尔法给，很博学。身份当中还有他是法学家。艾姆艾利夫穆克塞的著述里说很多。 在团结詹米尔达斯里边，他备受或者说备述圣训，他的一场学术讲座可以传述五十段圣训，同每一段圣训的传授系统线全都是靠他的记忆，从不打折，一次性口述。 五十段声训同他的传输系统线，同时呢结束了之后啊，他又回到他所传输的讲述的第一段声讯，然后开始解释那一段声讯的传输系统，它里面的单词以及那一段声讯所发表的学法学引导、声讯法学等这方面，一直就这样结束第五十段声训。什 l 哈那拉？上个世纪在摩洛哥还出现了这么。 独特的、伟大的圣训学家，也是在整个摩洛哥著书立说方面啊比较权威、比较多的学者之一啊，大概有二百五十多部作品。怕难唠，哪些方面呢？《菲拉阿卡的信仰方面，《我 s 夫西的经注方面，《我的哈迪斯圣训方面》，我的法法学方面，我的特桑乌伊斯兰的特桑 f 方面。 修身方面还有台历史学方面台拉中啊人物考证注释方面摩洛哥近代史以来的任何一位学者在著书立说方面没有人能与他相比的圣训方面他最突出的作品有、al

比较法学权威经典资料，九百多年以来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公认的，以至于我们在麦地那大学的时候啊，教法系里的同学，我们一块交流的时候，他们在教法系里边的主课，十多年前当时也是比德尔读的穆斯泰希德，你还有什么特水？伊斯兰四大法学比较研究综合百科经典，所以呢，把它当做。 教法系里的主要课本，因为像麦迪纳大学的话，它教法系里边任何一个系里边来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世界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留学生啊，所以专门以这样的为课本。那么九百年以来，对米代托姆斯泰的这一部四大法学比较研究的。 法学体系的百科经典里边所收录的一些圣训，并没有啊很好的、很到位的每一段圣训的出处来源是从哪里来的等这方面的学术考证，只有到了上个世纪，摩洛哥的阿、um、h m a d bin Siddiq a 通过他的努力和学术考证啊，才出版了。今天是有所出版的。 Subhanallah，这是非常难得的一部巨作。第三位啊，谁？阿卜杜拉汉伊本阿卜杜拉卡比尔· a t a n 尼，一三零二年生，一三八二年亡。阿 l a m a 大学的穆哈迪 u s 斯尼迪，阿声逊学家级别就更高了。阿姆勒·艾尔穆阿里克是史学家，学家安纳斯巴掌握圣训传输系统人物的他们的血缘 a 是 a a 难了，艾 t a l i 亚。 就是无所不读的，就是很博学的啊，这样的大史学家、圣训学家，在尊贵的两大圣地教过学；尊贵的两大圣地里，讲述过圣训经典和其他的一些知识经典。在摩洛哥法斯地方呢，建立了德鲁拉哈迪斯圣训学院。就在他所建立的法斯达鲁拉哈迪斯圣训学院里边，讲述了。 各大圣训经经典，真在伊斯兰各类学术体系方面呢，他留下了一百三十多部权威著作和名著。有最权威的有《is, f i h l f a h s l a s b t m u a j m a l m a a i m s h i h t m u s a l s l t 这部名著呢，主要啊包含无论是伊斯兰世界东方还西方的。 圣训学术经典目录和传述词典和传述人物一百啊一千两百多部一千两百多部的总本信息啊，能所以，据专家学者们的介绍说，专业学习研究圣训学术的学学者都啊不可能不依赖。 هذا حينا النور ساري على سعيد البخاري البخاري حينا التعليق على جامع الترمذي على أربعون حديثا البحر المتلاطم الأمواج المذهب لما في سنة القبض من العناد واللجاج آه سبحان الله حينا جزء فيما ورد من الأحاديث النبوية على أسباب استيلاء الفرج على بلاد الإسلام آخر الزمان حين جلاء النقاب عن أحاديث الشهاب حين كشف اللبس عن حديث وضع اليد على الرأس حين المورد الهائل على كتاب الشمائل حين المسالك المتبوعة في الأحاديث الموضوعة التنويه والإشادة بنسخة ورواية ابن سعادة من صحيح البخاري هي رسالة في إثبات التدوين والجمع لأهل القرن الأول الهجري رسالة حاء التحويل مجموعة الأجوبة الحديثية المسلسلات الكبرى الأربعون المسلسلة بالأشراف أسانيد حشر الشارد الطالع السعيد>, <أطالع> السعيد إلى المهم من الأحاديث المسلسلة بيوم العيد حي منح المنة في سلسلة بعد كتب السنة سبحان الله الله أكبر سيكون يو 什么？那 ر س 伊斯兰伊第一代，圣门弟子的时代早已编辑、收集、啊，书写、记录穆圣 ص ل 拉 الله 的圣训，算了。所以圣训传承，它是以圣门弟子最初的时代为起点开始的，绝对不是二百五十年之后，六大部圣训集不哈的他东奔西跑。 然后，啊，再加上有些人妄言的那样，说二百五十年来个穿越时空啊，整理的等等这一类的，不是的，太无知了。所以，据健全可靠的史料记载，早在圣母弟子的时代，古兰经降世的年代，撒哈巴的等拉哈努他们早已编辑收录。 记载、传承穆圣所罗拉的，孙德哈的哈的意思，一直到下一代塔比尔呢，然后他把比尔呢，一直健全可靠的传输系统传承到新时代的今天，历经一千四百四十二年，拉合 <Akbar> <noise> 第四位 Sheikh、şey、Abdul h a a f i n m a t r Al f a 幺二九六年生年，一三八三年亡。Al Musnid，所谓 Musnid 就是。 他对每一部圣讯典籍都有健全可靠传输系统，线的这种圣讯学家，而且呢，他还是艾勒赫的权威人士，艾拉艾勒们艾勒穆沙里克德里尔，伊斯兰各类学术方面都有参与的大学者，艾拉法格法学家，同时呢也是法官。艾勒莫艾勒夫著述里说很多，对圣讯人物传输啊，圣讯传输人物的血缘啊，他们的一些。 年份，等生平简历各方面，这门独到的学术方面有专业知识的大学者，在整个摩洛哥承担了很重要的一些学术机构的主要工作。主要重视点呢是圣训、历史，还有血缘学，还有呢文学。在圣训方面，有他的一些权威著作，有《<noise> حينا الآيات البينات في شرح وتخريج الاحاديث المسلسلات حينا اليسعاد بمهمات الاسناد حينا استزال السكينه <سؤال> الرحمانيه بالتحديث بالأربعين البلدانيه تيوي يا شيخ عبد الله بن صديق الغماري رحمه الله ان 1413 1413年往 就是15世紀初 归真呢，都已经啊十多年了。拉赫姆洪了。阿尔穆哈迪斯呢，给大神学家，阿尔法基胡鲁素的法学家、法源学家、原理学家，阿尔穆塔克里姆、阿尔穆塔芬尼，博学多才的啊理论家、教育家，阿拉阿里们这些大学者，堪当进士的这种大学者，阿尔穆阿里夫穆克塞的著述里说，很多的学者，当时这个时代，因为他是。 一千四百一十三年亡嘛，现在是一四四二年的话，他也就是归真十多年了啊。什么什在属于近代大圣训学家，被把他称之为艾珍鲁尔拉麦乌拉迪斯瓦哈法属于这个时代哈圣训学家当中最权威啊，最啊伟大的圣训学家，在艾斯哈尔大学。 传授过声训学其他的一些各类学科，他有八十多部以上的作品和文章啊，他所校正的一些声训经典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很多的一些他所他发布的一些著作和作品都是由他的记忆所编写的，真的了，真的是奇迹。他的声训巨作有《阿拉哈蒂斯的蒙特哥》。 في فضائل سيدنا رسول الله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هي على الصديقية هي على الغمارية في شكر النعم هي رشاد الطالب النجيب إلى في إلى ما في المولد النبوي من الأكاذيب خيرنا أسانيد الكتب السبعة في الحديث خيرنا توجيه العناية لتعريف علم الحديث رواية ودراية خيرنا الكذب الثمين في أحاديث النبي الأمين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هاي نهاية الآمال في صحة وشرح حديث الأعمال، هاينا الفوائد المقصودة في بيان الأحاديث الشاذة المورودة، هاي فتح العني الماجد ببيان حجية خبر الواحد تندم. شيخ عبد الله بن صديق الغماري رحمه الله مولوكو تعشيجها بشنا 也曾经被邀请到艾斯哈尔千年学府传授知识，所以由于他的影响，从上个世纪末开始，一直到这个世纪初啊，他归真前十多年前，整个对埃及，特别是艾斯哈尔大学在内，对整个埃及一代的大声训学家们有直接的传承和影响。而且，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

时代的奇人，就是百年不遇的这种奇才啊啊，兄弟，三个人都是学界的大家，都是学界的啊权威人士，这种在历史上是很少见、很少见。对我看到这个名字阿当拉本苏迪盖勒乌迈里拉，我想起来了，啊，好多年前我在埃及书店啊看到的一本书。 后来我看着特别的美，我就把它给啊收藏了。Abdul 纳本苏迪克尔乌马的，他还有一个兄弟呢，叫 Abdul 阿兹 a 苏 r 克 m a 马 i 啊，还有之前呢介绍的 Ahmed 布苏迪克尔乌马的，Ahmed 布 r 迪 m a 乌 i 是老大，Abdul a 布 r 迪 m a 乌 i 是老二，Abdul 阿兹布苏迪克尔乌是老三。 亲兄弟三个人有这样的一本书虽然去世不久，十多年的历史，但是他们对学界的影响，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学术，特别是圣训学术各类学科方面的贡献，那是历史性的、起点性的、权威性的。 第六位啊是黑马哈曼的沙希利 a nefer 一三三零年生一四一八年亡阿里阿里木杰利里伟大的学者阿里木哈法学家教政家阿里巴哈萨特摩尔的史学家研究家突尼斯的权威学者之一也是差不多一千年的 z e 大学博导之一他对于古典手抄题的经典 特别的有研究和钻研，所以呢，在服务我们生产的拉伯伊斯的圣训方面，他有不可磨灭的卓越贡献。他校正了非常珍贵的一些古典手抄体，比如有阿瓦里麦克、阿瓦里里曼麦克，还有呢穆阿托阿瓦里曼麦克是哈肯·凯比尔·穆罕默德·本·穆的作品，还有呢阿里本·伊亚的罗阿耶·穆阿托。 还有马泽林的《المعلم في ف 啊，同时呢，他还专门有这方面的一个专著叫《عناية أهل المغرب بساعة مسلم》。摩洛哥是如何重视穆斯林声学集的？专门有这方面的专科。哈能拉，拉哈门洪拉。第七位啊，一三三八年生，一四一八年亡，博学多才的大学者、大声学,学家。 艾姆斯尼有圣训传述啊证书的啊权威的这种圣训学家著述里说很多，在圣训方面大概有五十多部以上的大部头的经典和单本的一些著作，在圣训原理学学术方面，他有独到的一些演绎学术成果，最主要的有塔斯希尔 a 麦德拉吉伊拉麦德拉吉。 هينا التانيس بشرح منظومة الذهب في أهل التدليس حين البغية في ترتيب أحاديث الحلية حين اتحاف ذوي الفضائل المشتهرة بما وقع من الزيادة من نظم المتناثرة على الأزهار المتناثرة حين التحفة العزيزية في الحديث المسلسل بالأولوية بالأولية حين الجامع المنصف لما في الميزان من حديث الراوي المضاعف حين بلوغ الأمان من موضوعات الصغاني حين التهاني في التعاقب على موضوعات الصغاني حين على في ذم البخل والبخلاء حين التعرف بجهل من <applause> حديث الموضوع والتي لا أصل لها خين الجواهر المرسوعة في ترتيب أحاديث الليل المسنوعة خينة المصير إلى ما فات للمغير على الأحاديث الموضوعة في الجامع الصغير خينة ترتيب أحاديث الزهد للإمام أحمد خين المستدرك على مسند عمر بن عبد العزيز الباغندي خينة ترتيب الضعفاء لابن حباني خين معجم الشيوخ تند الله أكبر 是什么呢？不得不承认，就即便是我们专业人士，求学很多年，就连他的这些书名都很难搞懂，再别说是这些大大师、这些大圣训学,学家，他们所编著的一些圣训经典和资料，全难了。这就是我在之前的几场讲座当中提到的那样，面对一些。 大圣训学家、态度级别的、世界公认的一些学界学术之间的一些学术矛盾和纠纷等这一类的，作为晚辈的我们，作为普通再也普通不过的我们这些穆斯林民众，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和自己的行为。阿哈门洪拉，第八位啊，谢赫都图 a 伊布拉希姆·巴苏迪·艾·古马里，阿哈门洪拉，一生。

الواقعين في كتاب الأحكام لابن قطان فاسدة خيونا الجرح التعديل في المدرسة المغربية للحديث خيو مسند أبي القاسم حمزة بن يوسف سهمي خيو ترتيب حديث تاريخ جرجاني خيو نمازج من أهام النقاد المشارقة في الرواة المغاربة حينا مستدرك بن حزم على صحيحين حيو و... يوايد دار البشائر الإسلامية شو لا 一些巨作，特别有学术导向和引导的这些著作，第九位啊，谁还不当老板还不得了？阿尔·特里迪，一三四五年生，一四三八年亡，现在是一四四二年的话，对，归真也都几年了。了大学者、教育家，仿佛就像一千多年以前的那种声训学家风范的大声训学家。 在整个摩洛哥一带，大声训学家之一，在摩洛哥服务声训方面，讲述声训，啊，发布声训集等各方面，他有比较突出的、卓越的学术贡献。其中有啊，《 我现在在苗老师班上谈了，大约十年前，我们奉行《古兰经》的时候，斋月里主要参考的已经解经、已健全可靠的圣训，每天晚上解释每一个不同章节的尊贵优越方面，我们参考了他的这部作品。所以，我们虽然没有在这些大学者门下近距离的传授过知识，但是我们通过他们所写的这些经典和资料啊。 是通过他们的书本来求知的，属于他们的特莱米斯徒弟和学生。还有呢，托拉斯穆阿里巴菲拉哈迪啊，一千多年以来，整个摩洛哥对圣训、圣训学术方面的啊古典文化遗产、学术成绩等这方面的专科。第十位啊，s h i k d o t o r f a r u Hamada，哈菲兹胡拉还健在。 1369年生，Al-Islam，伊斯兰各类学术方面有啊造诣的大学者 a l m a l i f a l 比较权威的作家 a l m a h a k i r 教政家，在圣训学术方面，当前建在的专业学者当中，大学博导当中最著名的博士导师，原籍呢是叙利亚人。 فوشاي شدوت أصحيح في فضائل القرآن وصور وآياته هي دليل الراغبين إلى رياض الصالحين المنهج الإسلامي في الجرح والتعديل هنا تتطور دراسات السنة النبوية نهضتها المعاصرة وآفاقها تجيبوا ما شاء الله تتطور دراسات السنة النبوية 圣训学术，它的发展，然后沃图哈姆阿斯拉，近代以来的圣训学术复兴，瓦法古哈以及它的一些愿景，对，就这样的一部资料，嗯，这不刚好在眼前，我拿给大家看一看。你上了研究宋代发展史的。 专业人士，我强烈建议一定要读一读。我再读托鲁法鲁克·哈迈德·哈菲扎洪拉他的作品，每一部作品都特别的经典，真的太了不起了。这些年，我们依然也是通过他的一些书本、经典资料求知、获得知识的学生。还有呢，`doabatul maarifa i s n t النبوية، حي التواصل بين المذاهب الإسلامية تأسيلها وتطبيقه عند المحدثين. حصل جوتنشينشون经典很多، تجده فضائل القرآن، فضائل الصحابة، عمل اليوم والليلة الكتاب العلمي، جدّه الشيخ إمام نسائي رحمة الله وده. حي أبي نعيم الأسبهاني ضعفاء حي نقد بيان الوهم والإهام حفظ الذهبي رحمة الله وده.这位我是导师啊，在整个伊斯兰学界。 权威的大圣训学家，特别是现在的学者当中，圣训各类学术方面全屋比较权威的啊，博士导师啊，大学者，是看到拉，以上提到的就是从印度、巴基斯坦、伊斯兰两大圣地麦加、麦地那、埃及、叙利亚、伊拉克。 摩洛哥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地方，比如有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苏丹、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圣赫勒非洲，还有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中东一带，还有也门、阿曼、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海湾，还有土耳其。 还有中亚一带，还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还有阿富汗、孟加拉等整个伊斯兰世界、阿拉伯国家各地的一些学者，特别是以上所提到的这些地方的一些学者们、世训学家，他们从上个世纪一直到今天。 一百几十年以来，全球范围内发扬、复兴伟大先知穆圣 صلى ا ل ل 的宋代方面所做的学术贡献，那都是有目共睹的。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和大家介绍特别有限的这几个国家和地区的一些圣训学家。 之后所提到的，从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苏丹、尼基利亚、圣基蒂、毛里塔尼亚、约旦、黎巴嫩、巴勒斯坦等这些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土耳其、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富汗、孟加拉等这些地方，依然出现了很伟大、很了不起的，做了巨大学术贡献的一些大学者，也有很多的一些圣训学家们不在的。 向老斯班老师来升高他们的品级，还健在的元老胡斯班老师安呢，保佑他们。虽然在这部资料当中没有提到，我在节目的最后啊，要隆重特别的介绍两位，而这两位，一个呢今年年初啊已经归真了，叫什么红龙，另一位呢还在，向老斯班老师安呢保佑他。 为什么要说隆重的介绍呢？因为啊，要介绍的这两位是不是阿拉伯国家的？他们是非洲某一个小国家——埃塞 o 比亚这个地方的。然后呢，很多年前啊，前一道麦加天房，然后整整几十年。 在两大圣地，特别是在麦加，有一个德 a r u l h a 训学院，讲述圣训、传承圣训，而且各大圣训典籍方面，他们都有健全可靠的传输系统链。a s a n d 的什么特殊了？别 Ashabul h a d i 和 s u l m s n d 为什么要说隆重呢？因为作为一个求学者的我呀。 所接触到的六大部圣训集的注释方面，我所看过的、啊读过的、能够接触得到的圣训注释经典中，是最权威、最深奥、最全面，可以说圣训注释百科这种学术级别的经典，却是两位非洲的两位学者的作品。 网上你从来没有见过他们，要不是我们介绍，你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其中啊，我们先说第一位吧：Muhammad ibn Sheikh al-‘Alam al-‘Ali ibn Adam b a n Musa e t h i o p i Walawi。他对穆斯林圣训集写了注释，两部前言再加着。 之后的一些注释经典，整整四十七册。你跟我念一句 “Masha Allah t a b a r a k a n Allah”。如果你是专业求学者，专业接触圣训各大经典资料的人，你听到这个数据啊，你念 “Allah w a k b a 或者 “Masha Allah” 比我还要早。真的，出版社是 d a r 一 l i b t 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全名叫《al-Bahr al-Muhit al-Sajjaj》，在《ش ر h صحيح ا ل إ m ا م مسلم بن ح jaj 四十七册前两册是穆卡迪玛前言呐，《h ل ل ه أ ك r ر 一千多年以来，对伊斯兰最权威的第二部圣训典籍的注释方面，一千多年以来是前所未有的。 大百科最权威的、最广的、最深的,最深的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释，却是非洲的一位圣训学家伊曼姆编写的。还有对那萨伊圣训集做了注释，出版社是德鲁阿尔巴鲁姆。 这个出版社名字很怪，我当时在麦迪纳的时候，十多年前第一次出版，已经拿到了，每一册几乎有九百七八，差不多一千页左右，就是很厚的。我们中国的阿红比较熟悉那个老版的《哲拉内尼》哈，这么厚，就那么厚的四十一册。如果把他对《那萨伊圣训集》的注释要分成这种单本册数的话， 怎么着也得有二百册呢，兄弟们。这也是非洲的这位穆罕默德·伊本·谢阿勒马·阿里·本·阿登·拉哈马·拉他的权威著作，整个对伊斯兰世界的影响，特别是圣训学术学界的影响，一千多年以来。 据专家学者们的介绍，没有出现过这么权威、这么全面的对圣训经典的注释。还有，一直写到了十二册，解释到了《伊米圣训的九百零八段圣训，还是怎么着？一年只出两到三本，出版社是戴鲁伊布努周西。 照他的这种风格来结束对《Tyranny》升升级的注释的话，像风筝这种单册单本的话，也需要一百五到二百册左右。老黑哥，这是第一位，他还有其他各类学术方面都有参与，哇、啊，简直是太了不起了！啊，我以为是艾斯哈尔的呢，还是麦加麦蒂娜的呢？ 还是叙利亚的，还是也门的，还是，结果人家是非洲，我们连听都没听过。A T U B，还有一个地名叫 A C U B。下面要介绍的非洲的学者，就是跟他同一个地方，但是可能所处的地区是有所不一样的。什么呢？第二位要隆重介绍的非洲的大声训学家，现在还在麦加天房 Darul h a d i 声训学院的主要声训。 شو محمد أميني بن عبدالله بن يوسف بن حسن الأمي العلوي الإثيوبي شام محمد بن الشيخ علامة علي بن آدمش الإثيوبي سودا ثلاثة إثيوبي الهرري الكري البويتي رحمه الله الله 他同样对穆斯林圣训集写过注释，叫《Al k a b o o l a n h a j Waradul Ban Hajj》，非 m 特的穆斯林穆文的哈吉，一共呢二十六册。我记得十多年前在麦地那第一次出版的时候已经有了。大陆人民的哈吉出版社还有对一本的外教圣训集的注释，一共呢二十六册。出版社依然还是大陆人民的哈吉。所以，Allahu Akbar。 非阿拉伯人，而且非洲很小的，真的是第一次听到这些名字啊！我不知道用中文是怎么翻译的。非洲的大学者，一个今年年初归真了的还马洪一个呢还健在。他们对六大部深雄级的这种注释，哈，特别是啊介绍的第一位。 还没得一本能涉黑安拉吗？阿里不能安拉们这位对穆斯林圣训集的注视出版社大家也不能找这四十七册呀，兄弟们。伊玛我为啥还没红了？作为百年不遇的大法学家、圣训学家、文学家、权威学者，八百年左右了吧？离我们今天，他是伊斯兰伊利第六世纪归真的大学者。 他把《穆斯林圣勋集》，他对《穆斯林圣勋集》写了注释，叫《Al Minhaj》，删掉后，随后里面没不，你穆斯穆斯林没百年来还在这儿。八百年以来，地球上又出现了整个包含之前一千几百年以来对《穆斯林圣训集》注释精髓的这样的一部百科注释，四十七册。专家学者们评论说。 对穆斯林生升级的服务和注释方面，它远远超越了 Imam n a w a w 了。这可不是我说的，我也不能说这些，我也没有那个资格。我只是把专家学者们对这位学者的学术成绩的贡献的公认和介绍分享给大家，还有更多更多。所以啊，我们。 以上提到的这些声训学家，现在或者不在的，什么什么乱，他们所处的国家和地区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包括对每一个声训学家的介绍，他们的一些著作作品当中，过程中介绍也是非常有限的。可能我们只介绍了啊百分之一还是怎么样？还有世界各国，比如之前我提到的那些国家和地区啊。 为伊斯兰的各类学术文化，为推动推推广伊斯兰的文明，为发扬穆斯林的拉哈阿雷斯的孙呢和他相关的各类圣训学术方面，做了卓越贡献的一些学者，是很多很多的。像老斯巴拿达呢升高他们的品级，赐命他们，保佑他们，使他们长寿。在介绍世界各地的。 从上个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的这些专家学者、身训学家，这个节目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再说几分钟的一个内容，那就是整个伊斯兰世界，无论是哪个体系的，哎，什叶丁也好，马图鲁丁也好，什莱芬也好，苏菲也好，伊斯兰著名的四大教育体系里的一些专家学者。 一致认为，世界穆斯林最权威的学者，那就是还健在的谢赫尤素夫·巴尔多维，awi, 原籍是埃及的，这几十年定居卡塔尔。在这近几十年以来，他被评选为世界穆斯林学者联盟主席，最权威的大学者，也是在近代史上影响全球的公众学者之一。 著书立说很多，据说达到了一百五十多部以上的大大小小的经典著作，很多的他的一些作品，在整个伊斯兰世界、阿拉伯世界，包括曾经的沙特在内，都当做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研究生、博士这个阶段的一些课本，包括我们国内也一样。 今年呢，整整九十六岁了。今天是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中贵老毛断的斋月的真中心，我们整整度过了中贵老毛断的斋月的半个月。张老师把他谈了，赐福我们剩余的半个月享受，并能够。 获得这月更多的福分和吉庆，那么我们要了解这些。沙特伊斯兰教大维哈菲兹哈纳，九十六岁了，他的很多的几乎在伊斯兰世界能买得到的他的作品，我们都有认真阅读。他的我说对于伊斯兰中正思想。 不只是影响着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他的麦阿里穆勒沃萨推亚伊斯兰的中正思想体系，对整个全球范围内是有很大的学术影响的。想晒黑又是否晒得到位，还会做红了？百年不遇的这种大学者、权威学者，无论是圣训学、法学、法源学、史学、经注学、文学、修辞。 诗文、伊斯兰的艺术学等各个方面，正如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属于金字塔式的学者。无论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他，他都是全面的。而这种学者是百年不遇的。所以，为什么在节目的最后要提沙黑伊斯福·卡鲁达维·哈 love 呢？需要介绍的原因是，我们从斋月的开始一直到今天。 过去的几十场讲座里边，主要围绕的核心点是圣训学术它的产生与发展动向、学术进展过程。没有提到的专家学者、圣训学家很多很多，提到的只是我刚说了，可能是百分之一吧，非常有限的。但是也要提醒晒 h a 服搞不到位的原因是，以便我们国内的。 穆斯林兄弟，特别是专业人士，我们的一些学者、阿訇老师、同学们，求学者要知道，他不只是这个时代的伊斯兰的伟大的思想家、革新家、复兴家，同时，他也是有圣训传输系统的这种大学者，属于圣训学家，所以。 我不知道记不记得前一天的系列讲座当中介绍到了这样的一部作品，我希望大家认真听一下 Kifayatul Ravi 啊，专门介绍 m i m a r w a t i al Imam al Qaradawi，沙 k a r 哈 a w i 对九大部圣训及对其他各类圣训典籍的啊学术传输方面有这方面的专科报道。 所以啊，像老斯曼那个答案呢，在我们伊斯兰世界，多造化，像他们那样的一些大思想家、改革家、复兴家啊、活动家，真正的引领伊斯兰世界的大学者，有的学者生命，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能活七八十岁都已经非常了得。 但是，有些学者，他们活着绝对不是为了这个世纪，而他们的生命的意义、生命的力量、生命的贡献，在于可能是为以后的好几个世纪在活着。每个人的生命质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五年前，山海玉夫卡鲁达维九十岁的时候，来自全球二百多个国家顶级的一些大学者们，其中有圣训学家、法学家、法院学家、博导、院长，各类顶级的一些大学者，世界各国的对山海玉夫卡鲁达维发布了他这九十年以来的。 学术引领和学术成果有这方面的传记，一共呢有五册。我想一想了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和大家专题分享一下，沙黑苏法卡尔大维还会做红了，他的这些学术成绩对这个时代的引领和影响，我们是受益者。至少对我们中国穆斯林而言，沙黑苏法卡尔大维的中正思想体系。 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所以我是强烈建议和希望我们的清真寺、我们的宗教学院、我们的经学院一定要开设什黑 a 法哈 a 单 i 比较特别的一些著作，比如有如何对待古兰经、如何对待圣训、伊斯兰的中正思想体系、少数穆斯林群体法学、悠闲法学原则等各个方面的。 无论是历史，或者是思想，或者是文学，或者是信仰方面，啊，还有呢，如何对待古典遗产文化等方面的一些专科，潘德拉，我想不可能在几个小时，更不可能在几天内能讲到位，能讲全面。你想了，有机会我们再说吧。这就是我们。 从开始一直到今天啊，从圣母弟子的时代开始，一直到一千四百四十二年，历经十四多个世纪，十五世纪中叶，一千四百多年以来的穆什索拉拉瓦内森那么的孙呢，偏激的圣训，学术产生与发展史，讲述到今天，提到的仅仅是百分之一，甚至可能是更少，没有提到的更多。 是非常有限的这种分享和服务。正确的一切是来自老斯巴纳特啊！错望不到之处是来自我个人和恶魔，希望老斯巴纳特来的饶恕。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之后还有其他方面的属于这个时代、世界范围内伊斯兰世界学术圈、各类圣训学术研究中心等这方面的介绍和报道。伊沙拉，下一节课接着和大家分享。 وصلى الله وسلم وبارك على نبينا محمد وعلى اله واصحابه اجمعين